过这样的话，神既说必算，计算必成，谁也改变不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不管以往说过的话，还是以后说的话，神说话做工的原则，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，无一不是神说了算。什么事不是在神手中，神怎么说就怎么成。人谁能改变神的心智，前进。神无时不在，无时不在做神的工，无时不在计划，计划神的经营。人谁能插上手你，人谁能插上手你，还不是神在亲自摆布，亲自摆布一切